旅行的好处是，每个不起眼的角落都成了特别的风景。我在这个城市里到处走走，来到了这家古董相机店。老板说，这些相机都是各式各样的人带来的，每一个都有故事。哎，里面还有底片，拍了30张，还剩6张。哎，30年了，相机都坏了，我看底片也不行了。每个人拿着相机去放肆，他们有的时候是悲伤，有的时候是开心，有的沉默不语。如果现在还能重新回到1990年，我一定不会再贪玩，每一句话都负责。如果直到今天，这就是你的故事吗？那我可以跟你分享我的故事，是一个很简单但说来话长的故事。每个人都有说来话长的故事，愿我们都能在故事里记得最爱的人。